早上好，现在是6月2号的早上11点多。昨天我们法拉盛就有一点小暴动，今天很多木板，商店都木板钉起来了。现在我在这个 Skyview 旁这里 ，Skyview 这里正门昨天就用木板封起来了，木板昨天封起来这里，这边继续封，大家看到工人明天继续在这里封。还继续封 Skyview， 继续加强这个防护，就是为了安全财产啊什么的安全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工人还是在那个在封，把这个 Skyview 继续封起来，保护这个安全。现在在这个大学点 Bolo 啊 ，College One Bolo 的 Skyview。因为当初第一个目标他们就想来这个 Skyview 这里游行，后来就当天是不了了之了，不过第二天他们有来。就目前为止我们法拉盛还是挺平安的，我们是法拉盛网专门报道法拉盛的第一手资讯，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感谢大家。